各位朋友，早安！今天早上呢，我正在去采摘一些椰子，因为我们的椰子呢，一般它的水质就是在上午采摘的时候那水会很甜，所以现在都是已经8点多的时间。像我们看。有些来不及吃的，它会变老，然后变老之后呢，它又会萌发芽这样子。过几天我会直接把它带去种，这几棵我不晓得它有没有正在萌芽，所以在等了。像那2棵已经萌发芽起来了，刚才我已经从上面刮了很多，然后我看吃不完的部分呢，它会枯萎这样子。有些好的苗，它会长出小的芽。这边一大早我刚刚采摘了挺多在这边呢，我看掉下来我要先移那个水泵到那边，因为我刚从上面刮下来的然后在邻居的这边也挺多。我现在也要爬到最下面去捞很多在那里，所以采摘这些椰子的过程呢，还是挺困难的，没那么简单。幸好上次我还买了一个刮钩把它从只要站在下面就。把它刮下来，我现在还会拿一个梯子，这边刚才可以把它弄上来了。
我看，这边来，我们要会游泳的才可以弄这些哈。等一下，这边要捡一捡，那边呢？累，刚好这边呢20几个了哈，好，这边呢刚才刮那个椰子，幸好都还没把这个红宝石龙眼的苗弄断掉哈，这是上次家接的。好，这边继续把这边，然后那边怎么处理哈？现在哈，先把它弄到上面来再说哈。这个椰子呢，它就像一个浮筒一样哈，飘在水里，因为哈有些已经开始老了哈。好温暖呐、啊。那边十几个哈。